爱玲隔壁，我爱着甜甜，那乃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这是我亲手做的苹果派。多谢你。你一定足无闲的，我先要甲你叫叫，拜拜。我已经爱着你煮的咖啡啊，我袂当一工无啉。浓浓的诱惑，令人难以抗拒。浓浓，来，啊！sweet， 都餐具。The lips 赶快，娇艳欲滴，我就是没加一嘴。我以后都告你啊！救命！学长，哦，你是不是啉酒醉啊？这是我的房间呢，你可能见唔到啊吼。歹势啦，就过去。好像是啊，你是不是袂记我啊？迄天啊，你见义勇为保护我另外一个防务员的时阵，我嘛在场啊。啊，我姓朱，啊，我的名叫做 Apple， 这站呐吼是我负责的。你咪当叫我 Apple Juice。哦，我是有淡薄印象啦。啊，不过我就是讲，这间楼是金星荣咧负责的。啊，虽然讲哦，伊唔是真实手，啊，不过这个人足认真个。啊，稍等，慢点。啊，这是我亲手做的苹果派。啊，我听讲侯先生你吼是咖啡高手。啊，我想讲我做这个苹果派，甲你个咖啡吼足适配。所以我想要请你食看卖，看我做的安怎？哦，是的啦，我无介意食甜点，可能无法度甲你斗相共。啊，不过你会当找你的同事金星荣啊，伊的品味袂歹，味蕾也敏锐。我捌有请伊哦，替我试过几啊种无共款的咖啡。虽然讲伊毋是真内行，也毋过吼，煞会讲甲每一种咖啡的优点，还佫有香味，分析了真清楚。我请问，好像是你讲菜名吗？啉过你亲手做的咖啡，搁伫这间房间内底？是啊是啊，歹势，我搁有代志，我先走啊。搁是落入凡间的贵妇，平时叫你摒扫，倒咧遮疼遐疼，动作慢吞吞，敢骨咧熟咧。看我的咖啡猛男，吼、哦，你著脚尖就溜俩，比我搁较紧。明个，我袂当让我的极品咖啡去让啉去，我绝对无可能这么简单的放弃。上午下晡一点去西餐厅吃午餐，吃物件口味真正，坚持不爱淋豆油、咸椒啊，还是其他的调味料。今日透早八点半离开房间，八点三十五分去买咖啡厅。P.S. 新订的苹果派不适合浓浓。
怀龙，真多谢你哦，愿意来替我支援啦。因为我最近咧无闲开分店的代志，啊临时也找不到咖啡师，真正是走袂开卡啦。啊，不过好佳哉有你来替我照顾每一杯咖啡，安尼吼，我就免烦恼品质问题啊。哎，啊你唔免遐尼客气啦。之前你伫个遐尼无闲时阵哦，也是把时间啊陪我切磋咖啡技术，我啊更加了解吼。每一间咖啡的产地、历史，啊，佮有用甚物款的煮法，会当把咖啡豆的特色表现出来。讲起来吼，我佮欠你人情，啊，所以你若是要无闲分店的代志，做你去，再交我。多谢咯，定交予你啊吼，谢谢。哦，龙龙 ，You are so cute， 你的笑容，就亲像拄啊韩国的咖啡豆啊，这么的阳光灿烂。想到我心肝内苹果树拢开花啊！经过我亚森罗平这几天心思缜密的观察，浓浓的生活作息算起来蛮规律的。伊的生活内底到处充满着惬意咖啡香，那了我以后，大家拢爱穿个水水，穿个真高尚。趁伊伫台班的时阵，优雅来啉一杯咖啡，然后说出那杯咖啡的灵魂，互伊赞叹我这个樱桃小嘴内底嘛藏有神秘的味蕾。而且，我的敏锐度绝对袂输哦，真心哦。